谢谢五位带来的精彩表演啊！哇，厉害！雨昕也是作为 popping， 跟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想说，四个月了，我终于看到一次帅哥街舞了。以前的都不算帅哈。不是，这一支我觉得排得很好，像 Akison、 Popping C 都是我的跳 Popping 的时候的前辈，而且也非常荣幸之前有就是可以一起跳舞，希望后面可以有更多的学习。对，在这个舞台上面，其实 Popping 也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吧，所以希望后面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做出不一样的。 更多的新鲜的尝试，加油！两位老哥哥也说一下，跟我们三位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 ？Like we have really like four different generation, and it's such a great moment. Like we can share, even we come from a different country. S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谢谢。阿基桑，まあ僕。 去年は47、今年は48歳になりました。もう本当にね、若い時は僕めっちゃとんがってたんですけど、今はこう一緒に踊ってもらえるだけでめっちゃ嬉しいです。本当にそれが一番なんで、僕はまあポッパーですけど、負けた人も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すごい悔しいと思います。まあ悔しい気持ちはみんな持ってて、それが成長の過程に、成長の 糧糧になるんで、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の悔しさを間違った方向に持っていかないように、必ずその悔しさを自分で受け止めて、他の人に攻撃するんじゃなくて、自分の中で消化して、それを成長する糧にしてほしいと。ありがと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阿基桑。来一起看一下心愿卡。哎。 钟晨最骄傲的是第一次在队伍里成了哥哥，照顾弟弟们的情绪带领大家逆风翻盘，成长了很多。我觉得到这里我收获了自己的成长，就作为了团队当中的哥哥，然后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去走。这个体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也体会到了之前哥哥们带着我有多辛苦，所以其实也是在舞蹈当中去收获了生活的。 成长和经历，然后最好的朋友写了马东杰，最大的心愿，在舞台上完成一支苗声作品。就是五年了，还是有一个执念在那里，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去做一个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好的，我们看下一个。 马东杰啊，哦，这个字儿确实，最好的朋友是钟晨，最骄傲的事是为我的团队 battle 过，努力过，最遗憾的事儿，现在我的团队只剩我一个人，哦，冠军，最大的心愿拿冠军。好的，我们看看周一翔，哇，这个字儿也是啊，也要练字啊，练字。You see, like, yes, some mistake. 我最骄傲的事情是从新生代中有幸被大家认可，担当了小队长。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在我当队长的时候没有带领大家取得胜利。非常感谢大家信任我，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然后全队解散了。最好的朋友，如果一定要从浩东昂昂鱼雷 Bad Machine， 我真的选不出来。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选浩东。最大的心愿是下一季带着我的国家队的兄弟们一起来。好。 平时都是我和我师傅一起练，就是看东西会比较少。像这些这种活动，就是把所有世界各地全部就是很好的舞者聚集到一起，去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比赛，一起竞技，就觉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无论是写什么心愿，都希望你们能够为中国的街舞，做出更多的贡献。就像现在带着你们跳舞前辈一样，当你们也到他们的位置的时候，也要像这样，也带着你们的后辈一起前进，好不好？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心愿作品，几位好朋友希望再留下一支帅气的纯 Latin 作品，有请。Rison 也好厉害。哇哇哇哦。OK， 音乐。七六哥，干杯了呀！ 哇！
keys and the massacre riders. Talking to the people and the water get hotter. Talking to the people getting down at the go-go. Shake a tambourine, go and get yourself a whistle and blow. Get it. Shake a tambourine and blow. Any kind of whistle, let's blow.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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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Restful 的心愿单啊，最重要的事情是尝试如此多的挑战啊、嗯。最遗憾的事情是第一轮没能拿到红色毛巾。最好的朋友就是涂鸦喷漆那支舞蹈的南瓜车组合，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哦，来，新队长。来。谢谢雨昕队长，哇！谢谢谢谢，厉害！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位的心愿，我们看一下。哎 ，Miracle， 最骄傲的事情是穿高跟鞋 battle。哦，最遗憾的事情是作品里没有大胆挑战自我。最好的朋友 Deacons。哦。哇。最大的心愿再次参加这节，并且入决赛啊。哦。我们看看八度的最骄傲的事情，在节目中经历成长，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最好的朋友南瓜车，最大的心愿，希望继续成为更好的舞者，让更多人喜欢跳舞。哎，其实回想一下整个节目参加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也经历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和收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选择继续努力，成为这一生中都看到非常优秀的舞者。那样去成就自己。はい、日本から挑戦しに来て、すごい大変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いろんな経験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本当に SDC で人に伝えるアイデアだったりとか、例えば道に迷った時とかに、こう安全な方じゃなくて、ちょっと挑戦の方を選んだ方がいい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一番言いたいですね。またこれを機会に。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嘿，嘿。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请上的是思文，还有 AC。来，音乐。
show them how it's done. 斯文的那场作品，就是我觉得他状态越来越好了，变得很不一样吧，状态也不一样了，也没有那么紧张了，所以说感觉这次的作品就会表现得很轻松。其实人少在舞台上面是很难压住场的，但是感觉整个舞台是他的主场，瞬间能把整个舞台点燃。所以队长，哎，看完他们俩合作这个作品，觉得怎么样？哇哦，美。 来，让我们全场wow一下，送给他们，好吧？三、二、一，wow！啊，好的。来，我们看看斯文的同学录，姓名、斯文最骄傲的事情和 Zico 的双人舞。AC 老师，来说说你这一集的感受。我最记得我见到斯文的，他在我心中是我很讨厌的形象，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他是个高材生，然后每天拥有了很多的烦恼。 然后呢，我就像那个隔壁班的差生，就每天非常的快乐。真的，我前面还在旁边遛弯，在哇哇，这个秀真棒。然后呢，斯文在旁边这样戴着耳机这样子，我说嗯，我要不要也来一遍 ？OK， baby， 给我一个，然后再跟他一起练。热情奔放这种舞种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我以前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有人味儿。 很多别人觉得有新鲜感、有趣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无聊。就是我没有什么生活，我不愿意社交，不愿意出去玩，我就喜欢缩在角落里。想知道大师团当中哪位给你打了多少分吗？不想知道。就是我觉得在排练的时候，斯文是他的斗志都非常昂扬的，就他起码敢唱。 我觉得敢这件事情永远是第一步。其实，在排练的时候，我会打开眼，就是他会把我，他会带着啊啊啊啊啊！你就你咚咚咚，你是这样子。AC 老师的风格就是，我每次看都是哇，就是那种掉下巴那种感觉。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去尝试他。然后我感受到排练中他给我的能量，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做到那么好，但是真的是有 push 我去尝试去。 打开自己的一步，第一步对我来说就是我突破舞蹈方面的一个舞蹈老师，对，跟 AC 老师合作。尝试过了就会发现，下次可以再打开一点，下次再打开一点。这次我会感觉到站在舞台上的魅力，我去表演每一个舞种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改变到我更想去接触这些东西，然后更想变得更强。 更想去跟这些舞者沟通、去交流，然后包括想跟他们去合作。感谢一直 push 我的人，还是会觉得有人把我推一步，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事情。AC 在给我们所有的选手一次鼓励。在舞台上面，特别是总决赛上面，靠的都是身体的记忆，所以呢，在总决赛上面，我非常期待各位的表现，也祝你们好运。哦 好好享受过程，不要在乎那么多结果，勇往直前的冲！我们大师团都会在你们背后支持你们。